本人不是一个人在这边主持，还有我们的木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木木。我必须要说，贵公司的颜值是否太高？那肯定。但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重点，怎么了？我们来突袭我这些美女同事们。我现在看他们已经很不爽很久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长得漂亮啊，里面呢？刚喝有些很漂亮的女生，那可能房间很乱，包包有点小脏，赖赖的都在讲脏话，像本人的啊，那人回家就走，好了，走了。就是很多 OL 上班族每天这样打扮非常漂亮，但是重点来了，他的口腔有没有跟你的外表一样整个清晰？那我们直接去吐司 Go。 我跟你讲，远看有一位小徐若瑄来、oh、我跟你讲，你是小徐若瑄的，我从来没发现啊。真的是全妆出门，上班之前要花多久才能出门？半小时，哎、欸，偏久哎、欸。你看人家的头发塑形塑得多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上面还有发胶。你有看到他有布丁头吗？没有，女生是没有布丁头的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来突袭你，看你是不是表里如一，看一下你指甲有没有干净，没有黑黑的。好细节的事， okay, okay, 我觉得要不要就看包包啊？因为好啊，包包也行，来。无聊，很中线手来检查那个手机搜寻记录。哎、欸，来了，企划部阿蕊，这是什么时候的？你自己说，没吃完的棒棒糖什么意思？早上开，然后慢慢一边吃一边吃，上面还很湿，就现在已经下播了、欸，想到就吃一下，但还有点。哦，像你那个软的一样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吃吗？可以吃。自己吃一个啦，因为我吃也是很拍死、欸。我爱小熊软糖，好好吃哦。你干嘛？可是牙龈有点卡卡，有点不太舒服。就这么恰巧找到我们就对了。呀、yeah. ，如果牙龈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， mm-hmm. 这时候就一定要使用可以保护牙龈的漱口水以及牙膏。嘟，我们的牙周是 OK。偶尔有点不舒服，牙龈不适，牙龈卡卡，要用我们的牙周是漱口水还有牙周是牙膏，保护你的牙龈。找到你的缺点，还帮你改变它。我还送你，你自己去买，各大通路都有，自己去买。没戴帽子代表什么？没洗头。我有洗，有洗，有洗是吗？女生戴帽子基本上都是没洗，我就是哦。我来，我一下，三天。硬要找到正妹的缺点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滚，我们滚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我们公司哈数一数二的小漂亮，来来，我看一下。Oh my god！ 郭雪芙，你们两个长得蛮像。真的吗？谢谢。来，一样要找出缺点。我没有表里如一，因为他桌上其实算小杂乱哎。请问你一个月会花多少钱在废物上？打电话，很可爱啊。这很可爱，我不懂。我们直接看他抽屉啦，应该会有一些小杂物啊。裤子怎么了？你要去哪里？这里有一个小衣柜哎、欸。换装，是我们上礼拜万圣节的那个。哦，来这个的吗？是魔服吗？没有，是我的袜。坏、哦，因为我怕我鞋子湿掉啊。女神的鞋子也是会湿。欸、很香哎、欸，那边你很香哎、欸，一直有淡淡的棉花糖甜味飘出。他是想要掩盖什么吗？我想好了，那你想为什么喷香水掩盖吗？你好突然，你是要跟他接吻是不是？哦，你是要闻他的那个气的部分啦。你会害怕口臭吗？有在刷牙。超爱刷牙，但是不一定刷完牙就代表你不会口臭、哦、因为有些死角你没有刷到它就会生成牙菌斑、嗯、有牙菌斑之后就会产生牙龈问题，有牙龈问题之后就有可能会有一些口气不佳的问题，而且人家都会以为说口气不佳可能是火气大，烦恼很多 everyday 都在生气，但其实不是，有时候我们口气不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牙菌斑造成的。遇到过就是你的朋友口气不佳的吗？有，但是我不会跟他说，就会默默的闭气，因为这真的非常尴尬、欸、我觉得，而且那个口气不佳有时候真的其实你自己也没办法控制。那我现在觉得我嘴巴怪怪的，如果他是好朋友或是周边的客户就可以请他说、欸、要不要吃口香糖之类的。对对对，也可以送他牙周式的漱口水跟牙膏哦哦，也 OK。 谢谢你，看下一个、哎、有一个被杀好可爱哦！哎、欸，现在是小老鼠小萌说、哦：“你好，我们今天来测试你是不是表里如一的女人。”应该是吧？哎、欸，感觉好像有点信心哦。那我们直接来终极测试。我们的终极测试就是要来测一下你的牙菌斑。你平常用牙线会流血吗？有时候会。我觉得我们就直接测，不多说。我们直接测 ，Go！ 直接测试喽！一、
来，我这边打一下。我们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要来测它的牙龈到底健不健康，你就可以直接去漱口。漱完之后，残留的就是你的牙菌斑呢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准备一下。你看一下这个粉红色的部分，就是它的牙菌斑啊。哦，没关系。有时候我们牙龈不够健康，我们吃东西就会 KK 的，甚至就会造成我们的口气会不太好。所以这边我们要特别推荐你使用我们牙周式的牙膏以及漱口水。但是我平常就有习惯的品牌嘞，为什么要使用牙周式？既然你都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为了要防止更多口腔的问题，为了维护牙龈的健康，就要使用由专业的医师特别推荐，而且是销售量第一的牙龈护理品牌，有效帮助去除牙菌斑的牙膏与漱口水，就是牙周式的牙膏，牙周式的漱口水。好，我们来使用可以增加牙龈保护力的牙周式牙龈护理牙膏来刷牙。Come on， 含矿物盐成分，深入顽固死角，60秒内更有效的帮助扫除超过50%的牙菌斑。太棒了！刷刷刷刷完之后就可以漱掉了。刷完牙之后呢，我们都要有使用漱口水的好习惯。在这边我们要使用的就是牙周式高效牙龈护理漱口水，我们有极尽清新以及温和薄荷两种口味，而且它是新包装全新上市，3倍高效去除牙菌斑，形成保护粉，帮助抑制牙菌斑生长，超赞！好，用完牙周式的牙膏跟漱口水了，我们现在要来再来检测一次。哦，真的扫除非常多，比刚刚少很多。牙周式呢是牙医师推荐的专业牙龈护理漱口水，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天天使用。牙龈才是口腔保健的基础，牙龈轻松的话，生活也会变得轻松。因为很多人都还是觉得说，好像只有牙齿要顾，事实上牙龈也是 very important， 好不好？所以一定要用这个牙周式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要回去使用哦。牙龈真的很重要，大家不要只是会当那种表里不如一的美女。OK， 我们要表里如一，长得漂亮，牙龈也要照顾好。Okay? 没错。那我们最后要不要用你擅长的方式做结尾？你该不会说的是饶舌吧 ？Of course, let's go。我们就用 Enjoy 好生活应援团，然后做结尾， okay, 好不好？没问题。5、6、7、8 ，Enjoy 好生活应援团，在台销售是 Number One。Enjoy 好生活应援团，牙医推荐就是赞赞赞。牙龈很重要，你不可不知道。牙龈照顾好，口腔会更好。Oh yeah, rapper Jin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牙周式高效牙龈护理漱口水有2种口味。没错，如果你是那种比较喜欢天然感、薄荷感，你就可以用我们的温和薄荷，让你疗愈清新。清新。如果呢，你是喜欢那种舒畅感，净凉，你就需要这个极尽清新感，让你有一个净凉的好口气。没错，如果想要知道在哪里买得到呢？其实现在在全联还有各大量贩店以及药妆店都已经买得到了。那如果你想要在家购物就好了，我们在Momo跟虾皮都是找得到的。太方便了吧！牙龈很重要，你不可不知道，一定要去买牙周式，推荐给大家。护龈天团 ，Enjoy 好生活应援团。